哇，看到一个海底捞的自助火锅套餐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买来试试看。啊，我现在要来试试看这个海底捞的火锅，它这个讲说它这个是有发热包哎，所以我来试试看是怎么使用，而且到底好不好吃。他说是15分钟的 heating process，你是讲这样子，是面、香肠，靠吃饭，餐具包，然后还有什么汤底。等待，好啦，那我们现在等等看看，15分钟后它是否真的能够变热，变成一个火锅。闻起来真的是烫的，而且真的有烟呢，有没有看到烟？哇，烟烟烟！哇，好酷哦！哇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产品，好酷哦！是我太怂吗？我想应该结束了，那我们来打开它来看看。将将将将，我想应该是煮好了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这冬粉都已经好了。先喝个这汤头看看。哎，汤头不错哎，番茄汤头不错。汤头好的话，其他东西就是加分而已。我想就是这个，我发现它这个撕下来有步骤，不懂的话可以后面这边有步骤教你。所以今天的是尝试吃这个超市买回来的海底捞火锅，自助火锅。成功，我觉得好吃哎！哇，番茄的好吃，我还没吃过其他两个，但是真的会热，真的是热，不用瓦斯炉，真的就可以煮了，超酷的，好吃，可以买来吃吃看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我要继续享用这个火锅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